我们先把车停在这里，然后下车呢，用雷达枪测速。上期大家也都知道啊，结束之后啊，送给了我们一把雷达枪。今天上班啊，我们就用这雷达枪测速啊。我们刚看了一下这条路的速度是25英里，啊，每小时25英里，不能超过这个速度。没，哪儿发生事故了？哇，大哥你怎么开车？我天哪，撞倒3个人，3个人在地上躺着，没事吧？给他们叫一下救护车啊！看，哎，这位小姐姐，哎呀，好可怜呐！大哥你干什么的？开飞机了吗？开飞机也不可能这么快啊，是不是？我的天哪！等一下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警车横在路中间啊，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啊。还有就是今天上线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有了2辆警车啊，一辆 SUV， 还有一辆轿车。哎，不要把救护车的路挡了，下车。好，快快快，医生医生，那边躺了3个人。倒地上这位小姐姐她说很疼啊，但也没大碍，幸好没什么事儿啊，不然的话你这司机我跟你讲，你要牢底坐穿啊。询问一下这个情况，前车司机说后车司机喝醉了，可能是这个追尾顶了一下他车，然后呢他就撞向了那3个人啊。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身份证，证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，还给他，然后呢再对他进行一下酒精测试啊，没有喝酒。再来一下这个是否毒驾啊，也没有啊，没有就没啥事了啊，你先等一会儿吧啊。还好那几个幸存者是没有问题了，那几个路人没问题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女人，你看看她啊，搁那儿蹦野滴去了啊，喝这么多，好家伙，你捅娄子你还搁那儿摇。我们先询问一下这个事情啊，跟流程走啊。他说他是正常驾驶，然后让他出示一下身份证还有这个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，然后直接对他进行一个酒后测试，酒精测试。好，0.17，在这里呢0.08以上就算是酒驾了啊。哦，没有毒驾，好，酒驾，直接给他上铐。酒后驾驶。Please don't do that. 请不要哪样啊啊，小老妹儿啊，一骨碌撞倒几个人啊，太嚣张了。来，我们用相机记录一下这些证据啊。后边拍一下，其实怎么说呢，这肯定追尾啊，对不对？后车的这个责任嘛，你看这，好家伙，这前面撞成什么样了？但不过说实话，这皮卡还挺耐的啊，就后面挡风玻璃还有乱七八糟，这个有点损坏啊，别的地方还好。来。小哥哥，哎，拍一张照片，哎，记录一下美好生活。哎，好嘞。没有刹车印什么的吗？没有。我记得之前啊，1年前那个版本还有刹车印什么的，可能是这起事故没有那个东西啊，没有刹车印。好，这里还有目击者啊，问一下他们目击者。这目击者说啊，这个女人喝多了。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已经把她控制住了啊，铐起来了，待会儿就给她送进去。哎，还有一位目击者啊，来，帅哥看到什么了？说啊，也是看到这个女人刚才开车的时候不断左摇右晃啊。啊，他也看到了。哈，所有的目击者啊都指证这个女人。好啊，其实我们已经把她这个罪名已经定时了啊，现在我跑来跑去就是为了，哎呦，回礼，好，跑来跑去这个问他们，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报告啊写得更详细一点啊，到时候应该会有奖励的。好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
你呢？就直接进去吧。啊，我也不多说了啊。酒驾最可耻啊，兄弟们。哎，这大哥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怎么回事？我先给你把车拖走了啊！你的车我估计你这也不好开。哎，哎，他还不让我拖他车啊！你这又怎么回事？你没看这儿处理事故吗？你车给人家蹭上去了。哎，现在我等级不够。哎，车没了。该车辆未使用转向灯。啊，他这也得，哎呦，这也得用警车拦截啊！哎哎哎，怎么又往过拐啊？你怎么回事儿？你用手势让他停一下。这有一下，我觉得这里就有点问题啊。可是我那辆车放错了，我应该放在路口。我把他车先拖走啊，因为这个女人呢已经被我们给逮起来了。那辆车又消失了，不管了。好了，啊，刚才被扣了5分啊，这5分就是因为我把人家前车的司机赶跑了，把他的车拖走了啊。我看那样子，我觉得是，不能开了。我想着给前车谋个福利啊，给他拖走，没想到这不需要，啊，还扣了我5分啊。好啊，报告编号004事故加178的经验，扣了我5点这个 CP 分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啊，往下滑啊，前面都是加分项啊，查都是没问题的啊，就这里不合理拖车请求啊，你拖走了没有理由被拖走的车辆，明白了啊，以后不要多管闲事啊，省得被扣分，不管了。那我们继续这个查一下超速的啊，因为我们这一期任务就是用这个雷达枪查超速的，没想到这一堆轻微的事故啊。来，藏在车后面啊，这条路呢应该就是15英里的一个限制。哎呀，哎呦，超速啊，哎，没拍到，重新来一下。好，哎，加10点经验。15，下一辆呢？啊，16，好家伙，你这是给我谋福利啊，兄弟！这俩车还可以啊，挺遵守这个交规的。哎，下班了。啊，这个没问题啊，那下班咱就撤吧。今天处理了一起事故啊。然后贴了一会儿单儿啊，贴单的这个过程都很枯燥啊，不给大家放了，咱就回去了。哎，对啊，等一下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设置啊，设置里面，哎，游戏里面就特别有意思，就是我们超速什么的乱七八糟违规行为啊，也可以打开或者关闭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不受处罚啊一个状态。到时候呢我们把这些关闭了，好家伙，就不能超速不能干嘛的啊，一超速我们可能也要受处罚。哎呦，这等红绿灯啊真的是费事儿啊，让一下让一下。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一拉警笛，哎，他们就让开了。再给大家试一下，让开让开让开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差点撞人了，我的天！我得左转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我刚顾看上面那个方向导航了，我，哎呀，这个啊，我们车还能开啊，哎，没问题的啊，刚提示给我们了，我们发生了一起事故啊！好家伙，直接给人家车撞报废了，哎呀，太抱歉了，小姐姐，我给你帮你叫一辆拖车啊。I need a wrecker at my current location, please. 哎，太抱歉了啊，要不要赔你几个钱啊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有什么事儿给我们分局打电话啊。好，我们撤了。哎，对，15啊，15。OK 啊，把车放回来，然后我们下班。车。
前面也撞冒烟了啊。如果把车撞得稀碎稀碎的，我们这一天班就白上了。今天呢，就这样。那好吧，兄弟们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